这是点动按钮，回家点动，回家正转，回家反转，这是走模点动按钮，正转反转，这是刀的正反转，正转反转，这些这六个都是点动按钮。好，实现使用。这个速度就是你的机械的包装速度，我们建议采用140的包装速度，这样机械比较稳定。我们的机械运行原理，一旦运行，然后通过电源感应物料的长度，然后当物料有的时候模启动，然后输送到刀的位置。刀开始。那如果就是需要那些比较紧的话，那我们需要就关机关机。我们这里有个参数叫物料间距，就是这里。还有一个参数切断位置，就是这里。就是这里切断的位置，你减小那个参数就往后移一点点，如果你增加就往前移一点点，这取决于你觉得那个切的时候在不在物料的中间或好不好看，就调那个参数。